随着歌谱上的符号，小朋友们演奏着好听的歌曲。水尾国小吉他表演社团成立已经有6年时间了，旨在培养学童多元才艺。为了让孩子把握每一次的机会，秀出最好的自我，校方特别举办期末成果发表会，借此也让学生们检视学习成果。有点紧张，因为有很多人是我们全校来的，还有别人来看我们表演，所以会感觉有点紧张，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勇敢的表现出来，表现自己的成果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学习那个让自己去训练自己的胆量。行书、草书、隶书等字体，书法家妙笔生辉，在红色宣纸写下喜气的字句，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。除了有美妙的乐音，农历年将至，校方也安排了新春挥毫及品茗活动。除了欣赏，有的学生也自己动手体验写书法的乐趣。是因为学校有一位我们的书法老师蔡孟昌主任，然后他本身也是经理书道的一位老师，除了让小朋友展现他们的学习的成果之外呢，也让小朋友有机会去观摩有名的书法家的挥毫。喝一口茶艺时期的好茶，席间谈笑风生，在耳濡目染中，小朋友们学习品茗。